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很多名人富豪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私人岛屿，大家肯定很好奇这些私人岛屿都长什么样。今天分享一座曾由意大利著名奢侈品品牌创始人萨尔瓦托勒·菲拉格穆所持有的格林纳达私人岛屿 White Island。 White Island 位于格林纳达卡里亚库岛的南部海峡，距离卡里亚库海岸仅约 7.5 英里，约12公里。你可以从卡里亚库的小型飞机跑道行驶约2英里到达码头，再乘坐帆船或汽艇到达该岛。该岛占地10英亩，因其明亮的白色沙滩而得名。岛屿的三面都是白色的沙滩，全岛拥有超过3000英尺的珊瑚沙滩，整个地区都被珊瑚礁和绿松石海水所环绕。除了绵延的白色沙滩之外， White Island 引人注目的还有它独特的岛屿造型。该岛大部分地区是平坦的，但在南边有一座特别的圆形小山，从山顶可以俯瞰卡里亚库和周围岛屿的美景。而岛屿的北侧则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海滩，临近的珊瑚礁是理想的世界级浮潜和潜水目的地。 White Island 被附近其他海拔约8英尺到40英尺不等 2.5 米到12米不等的岛屿所庇护，非常适合休闲放松或是海岛冒险。该岛还靠近格林纳丁斯群岛南部的许多其他著名景点，包括尤宁岛、麦罗岛和以其美丽而闻名于世的多巴哥群岛。在距离该岛海岸几英尺远的地方有一条深水航道，可供停泊各种船只甚至超级游艇停泊，这是许多私人岛屿所不具备的特点。因此无论是乘船出行还是运送建筑材料和生活物资上岸都很方便。这座原生态的私人岛屿目前已经获批了一个私人住宅的开发许可，你也可以进一步申请建设一个生态友好的精品酒店和水疗中心。White Island 是永久产权私人岛屿，目前正在出售中。感兴趣的话，欢迎私信询价。下期见。